口醋。就八年吧。瞬间就到了。他在挥挥挥，应该叫我们去吧，不是叫我们回去回去回去吧？那一村打了，我们到那一村了，那一村。那一村，它名字就叫那一村，腹地很大。我们去确认。OK， 我们早上用餐时间是7:30到9:30，那下午用餐时间是2:30到4:00，那晚餐部分的用餐时间是6:00到9:00。澳门柜台可以见羽毛球、桌球还有弓箭。弓箭。萤火。过生日。我们今天住这一间哦，那如果想走捷径的话，可以走右手边的木板道哦。目前人都在进去哦，旁边的拉链拉上后，拉链上面会有圆孔，再把它扣起来就可以了。外面的水龙头是过滤过后的山泉水，煮沸就可以饮用了。好，钥匙交给你哦。谢谢，大家都在拍照。他们那几个帐都是秋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帐，我们的帐是一个摇椅，这边有一个摇椅，因为这个摇椅比较好，因为摇椅男生女生都可以坐，如果是秋千的话会比较偏女生坐，男生可能多少会怕那个重量承受力的。这就是我们的帐位，我们算是一个微露营的概念，人家已经帮我们把帐篷弄好了。好，进来咯。哇，这是我们的帐篷。床好像丛林感觉，这是凉被哦，放一个树叶的凉被在上面，好可爱。还有一个椅子，也是树叶形状的。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衣架架子，有点背光。可是这里就是水啊，盥洗用品，热水壶跟吹风机，浴巾跟拖鞋。山上嘛，总是比较潮湿，是有附除湿机，然后它还有附暖气，还不错哦。我们来的时候，它已经帮我们调好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要去动它。厕所。简单的卫浴，洗发精跟沐浴乳，它的莲蓬头好可爱哦，你太复古了吧，超可爱的，好可爱哦。我们要去吃下午茶，来大家大概参观一下，我们就要出门了。这次下午茶到的时候，刚好是他们下午茶时间，他们下午茶时间好像是2:00多到4:00，现在3:00多，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去吃下午茶。很适合在这里开趴，刚的玩具都有，很适合年轻人跟小朋友玩。因为房间没有冰箱，所以当然有一个公用的冰箱。哦，我觉得第一张怎么怪怪的？那这个地图，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去彩绘，不然就拿这种地图。现在这边算是他们接待的地方，然后这一区超热闹的，因为这边很多那个帐位都是互相可以看到对方，也不看到对方，都在对面，所以这区很热闹。看到有一些人在帮忙办生日 party， 然后在放音乐，然后我们是不，我们是最后一个帐位，这一个，这里相对的比较安静。17就是萤火晚会。你这边是万寿区，取了一个名字。然后这是养生，这个味道蛮重的，有点像中药。哦，好可爱的下午茶。他在看我。他这样子捞。捞我的手，然后捞过去，他就先第一次先舔，第二次也咬咬。是我手有什么味道吗？你要撸几次？你撸很多次。
哇，旁边有小蝌蚪哎，他们会不会肚子饿就把蝌蚪吃掉了？啊、那个黑黑的，黑黑的是小蝌蚪。它是不是你看到人群，它就会靠？对。那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我们。哇，那是大只的，超大只的。它好像是习惯人会丢饲料什么之类的。你会滑吗？我不知道。啊、手太短，我应该不会下去就沉了吧。他撞墙了，你又撞了。有那个撞船的潜力。不怕教你。对啊，这不深啊，你真的不行就用撸的啊。啊，那是老鹰吗？那不是推的啊，那你要穿吗？出不来，我会救你。安全带，应该是吧？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真的好有勇气哦，他们跳进去耶。那本来就是正常的玩法啊。哦。就是小男生让他玩的这样当机器人没什么，回去再洗衣服。欧尼玩沙。去旁边玩沙。现炸的葱油饼，这里还有自助餐可以用。鸡胗、明虾子。哦，我肚子好饿哦。葱油饼跟蛋仔面都要一份。要干的还是汤的？汤的。蛋仔面，哦，好香哦。我们 BBQ 的料来喽，分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先烤一个棒棒糖，然后这个串，专业的来了。哈哈哈哈哈。嗯，你先把骨头拿掉。对啊。我们刚才在想的是什么？骨头在这里。这两天吃好多葱油饼，他一来就在吃葱油饼，各式各样的都是。他帮你切好了，他帮你剪了四块，还蛮贴心的。小黄瓜还有水分呢，因为我就是让它火不要太大，它就不会。嗯，对啊。我说火比较大是烤比较快，但是烤东西就是要慢慢烤，它才可以保留它原本的味道。嗯，别人烤的比较好吃，我们自己烤的。我们以前烤的时候只想赶快烤好。对啊，我们都一样。我们一定搞砸，尤其是鱼。哎，谢谢谢谢。那只鱼瞬间变这样了，鱼刺已经在这里了，太厉害了。如果是我们自己烤，一定不知道变什么样子。这盘子啊，皮都在，我们自己烤可能皮都不见了，鱼都分尸了。哇，太厉害了！那海鲜不分都先帮你们烤完了，肉还是就继续帮你们放来。好，谢谢。他很贴心，他会帮你把皮弄小，再让你烤，因为手比较小，你烤慢慢烤，你就比较会烤得出他烤的样子。对，它烤得好好吃，跟它的那个肉真的很好。小黄瓜跟那个水果烤完都还有汁，肉也是都有汁，鱼也是，哦，真的是每个都很好吃，不会像不会烤的人都给它烤得焦焦的或者是干干。那个德国香肠跟那个牛排也很好吃。哦，对了，水果还有凤梨，那个水分真的。你刚刚吃到凤梨吗？有水分真的超好吃。它其实搭的是让你解腻的，因为咬下去都有水分。然后会很清爽，不一直吃肉，然后觉得很腻这样。那我烤一个可以。自己加菜。你有火锅？对啊，我们没有啊。啊，
对不起，没有跟你说清楚，点的时候是要 BBQ， 真的蛮爽的，有人帮我们烤真好。你可以自己烤，你也可以请他们帮你烤。你想要自己体验自己玩的话，可以烤一两串试试看。那如果你觉得哎，你想好好吃东西，或者你不想烤，你可以请他帮你烤。然后它是有 BBQ 跟火锅可以选，我们是选 BBQ。除了这两个选之外，它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刚开餐时就进去里面拿自助餐，然后拿了一些虾子，它有些熟食跟一些未熟食。哦，它未熟食的东西有些菇类啊，还有一些菜，还有乌龙面。如果你是点火锅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加菜。那如果像我们 BBQ， 我们可能就只能烤菇类，还是有原本的菜色之外的菜可以吃，所以真的非常的饱。还有圣诞沙拉，哦，那个超多的。一个帐篷就可以选一次餐，有可能选 BBQ 或者是选火锅。那如果刚好你们一群人来，可以订两个房间，那你就一个点火锅，一个点 BBQ， 你们整桌的人都可以同时吃到两种。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家庭旅游，然后也很适合一群好朋友。我们是看到有一群好朋友出来庆生，年轻人，然后有一群上了年纪的家庭旅游，就是我差点讲集团，老中青三代，对，十几个人，也有年轻小家庭的朋友带着小孩出来，那种感觉很不错。他晚上有一个萤火晚会，只是因为最近每天都下雨，下雨他就不举行了。虽然这边就没有 Seven， 没有店家，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视哦，对，没有电视哦。可是他就是要你享受自然。这个牛肉也很好吃，超好吃。对，然后刚那个先生蛮贴心的，就是帮我们弄好了，他就去支援别人，然后我们现在就自己烤，然后我们现在就烤得很得心应手，因为他帮我们把那个火候都控制好，比较不会爆冲。我现在是欧帕主厨，现在都是欧帕烤的。对，就刚那位先生帮我们弄好了之后，接下来这些我们自己烤就很好烤。对，真的很多水分，还有风都很好吃。我怕刚刚人家偷学了一招，德国香肠去骨，我们吃好饱。没想到会吃那么饱。对啊，我们还带泡面跟零食，可现在超饱。泡面在大后边。昆虫来了。小昆虫，夜间的生态课，在我们的帐篷上面停着一只螳螂，还有螳螂的影子。小昆虫，我们帐前面的流水声。山在那边，有 feel。如果晚上我们要吃泡面，就会在这里吃。回房间咯。哇，那热水好烫哦！有看到烟吗？那欧帕准备要洗澡了，突然被那个烟吓到。那热水来得好快又好烫，我不打扰他洗澡。我刚刚超白痴的。对，今天下午都开门尿尿，现在才发现它竟然是有门的，只是它都收在旁边，害我一度以为是没有门的。好，它是有门的，我怕洗完的换我洗。我怕说它的热水超热的，外面就有个小锅炉，所以他说他没有开到很热就很热。哦，十分钟之后再来洗。晚上的园区。里面有人，就建议大家在帐篷里面不要做坏事哦。带大家出来走走，看他们晚上的样子，很清幽。然后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放老歌。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回自己的帐做自己的事，也有人在那个门口就继续吃吃不完的东西或零食饼干。我们的帐。晚上多美啊！哇，我竟然看得到星星哎！哇哦！
早安，大家早。今天我们好早就起来了，好像五六点就起来了，不知道哎，怎么来山里突然这么早起，自己也有点不习惯。哦，刚好我们那个，刚好那一村这边早餐七点半，就先等他去吃早餐。刚没有太阳，很舒服。我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等一下会有太阳晒，应该会再热一点，所以我等一下应该就不用穿外套了。太阳出来了，昨天晚上我还睡到流汗，而且是流很多汗，一直流汗。我还想说我怎么了吗？我生病了吗？可是没有啊。结果，我是穿这一件，我是穿这一件，然后在家穿，跟昨天在礁溪那一间饭店穿都没事。结果没想到我昨天睡觉的时候竟然一直流汗。我们猜是他的棉被，他的棉被还很厉害，应该是什么羽绒被之类，会人家什么说会锁住你的体温之类的。他在旁边学我，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可是他这棉被真的超软的，又很轻，舒服。我们包场了，只有我们太早来了，连老人家都还没起床。老人家起来在那边聊天，可以拍到比较完整的早餐，就还没有动过的早餐。嗯，沙拉。外面还有萝卜糕，去拿萝卜糕。现在差不多9:10，会在11:00离开。我刚旁边隔壁的隔壁那个站有一对情侣，男生在弹吉他，弹给那个女生听，浪漫吗？虽然他是弄的是像住宿饭店的形式，可是你还是可以接触到大自然，让我们这些不是真的在露营的人可以感受一下大概露营的氛围，就是接触的环境都是露营的空气啊，露营的大自然景象。只是我们住的帐篷是人家已经帮我们搭好了，那设备设施也会比较好。大部分朋友如果去露营也会有一个大草地让小朋友去奔跑，他这里也有一些羽毛球还是什么的，那些设施你也可以跟他借。对啊，不然他就是已经有基本的一个大草地可以让你在那奔跑，还有一个池塘可以让你划船。哦，对了，他其实礼拜六还是有一些日期，他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像瑜伽什么之类的，是手作课程。对，他有手作课程，你可以上网站看一下，会有一些费用。我觉得你想要参加那个课程，就挑礼拜六。因为我刚开始在订的时候就已经有看过很多人说这边不好订，那到底是多么的不好订，或者是要怎么订，看了好几个月大概知道怎么订我才开始订。刚刚在园区走了一下才发现还很多人没退房，有些人还是在遛小孩在玩，有些人在拍照。就如果你在那个帐前面拍，像我刚刚就帮家人拍全家福，那个好温馨，有一个家，然后大家在门口前面拍照，很甜蜜。它前面有那个小阶梯，可以坐在前面拍照。有没有听到一些声音？有年轻人在放音乐，自己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开个小 party。然后也有一群好像50-60岁年长的长辈，对，他们是一群不知道是朋友还是亲戚。这两天看到他们都一直在他们帐外面的那个座位上面一直吃东西聊天，从早到晚都是，到今天早上都还是很享受那个大家在这个地方相聚的感情吧。然后啊，对，我刚说的就是订房有2人帐跟4人帐，4人帐还有分大床跟小床，它会有一段期间，像是2个月一次。譬如我们是11月啦，8月底还有时候网络上它才开放这个时间的预约，所以你上去看一下他开放预约的时候是什么。我是8月31晚上凌晨12点准时按进去，先登录会员啊，不然知道你要再加入会员的话你会来不及。就是我现在已经注册好了，然后在那个时间点我按进去，然后要订，整个网页就是当掉，秒当。
真的太多人在抢了。那最后我有抢到我们想要的日期跟时间，一个多小时才按到的。对，那一个多小时里面都是网页都无法显示，在跑跑跑，终于订到，我好紧张，因为你很怕那个中途按的那个步骤又突然跳不见，然后又要重来。那按完之后呢，我有再去看一下，它两人帐比较少，所以两人帐基本上都是秒杀。所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你真的建议你真的想要来，第一天就上去等时间，马上抢。四人帐也是很多人在抢。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期，日期想当然尔就是礼拜六晚上，一定是秒杀中的秒杀。那我们是礼拜日来的，礼拜日基本上也是很多人，我们来的也是客满。基本上礼拜六晚上是最难订的，再来就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日晚上，这只是比较大范围看到的东西啊。如果实际上可能某些日期真的比较夯，那个我也不知道原因。大部分是这样子的逻辑。我来的前几天呢，我上去看一下，他平日他还是有机会会剩一些四人帐的机会，可以上去看一下。